今天将会是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视频。I'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. I'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. I'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. Trapped in the past, I just can't seem to move on. I'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,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.I'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.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. 我现在呢，终于到了一个峡谷，这儿真的水特别蓝，就从这也能看到，有点曝光。然后是一个海峡，我还是下去了。哇，好美啊。哦，我觉得这一块特别像，我就说怎么那么眼熟，特别像那个宫崎骏红猪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红猪，就那个红色的那个飞机，然后是一个猪的形象，那个动画片他的家就是他有一个 secret place， 他的那个飞机会停靠在一个入海口的海峡里，跟这块给大家看特别像。飞机停在这块和那个小女孩，然后当时被什么海盗什么的发现了，然后从那个入海口进来。好像啊，这里这好美啊。我刚刚在地上发现了一颗爱心的石头，天哪，这是不是预示着明年会有什么好消息？收藏了。哇，好喜欢这儿，好蓝呢，我今天也穿了一身蓝，好大呀。今天乐凡呢，因为他来过，他之前自驾来过这一圈的路，我就自己报了个团，晚上的时候再跟他分享我这一天的见闻好了。尤其是这块是石头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巧了。想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特别渴望自己的包里现在装着一个航拍机，这样拍出来肯定超级好。您是天天跑这条线吗？不，偶尔帮朋友个忙，偶尔。这么下来可真够这么下来可真够累的呀，您开车。开一天。哎呀，真辛苦。我是开大的巴士。哦。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是人多还是少，但是感觉还行，而且这边的人都好 nice， 就是有一对夫妇一直在帮所有的路人拍照，就是所有可能朋友一起的，然后帮他们拍合照，也帮我拍了照片，真的他们好，他们真的是好好。 You guys are so sweet, you're keeping helping people. Thanks. See you.
个人在这种景色前面，其实会脑海里面想出来很多很多事儿。我刚刚就在这盯着那个海浪发呆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曾经过去这么多年，跟我站在同一个位置的人看着这片海，就是同一个景色，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们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啊？或者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？他们身边当时是站着什么样的人？有可能是他们暗恋的人，然后把他们带到这儿，或者是说准备求婚，然后在这片海域的时候给他最爱的人一个惊喜。现在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莫奈那幅画，站在这种微风拂过的这样的地儿之后，现在再回想起来那幅画，我觉得真是更加的生动啊，怪不得是大师。在古代没有相机啊，没有任何这些科技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波澜壮阔，清风微拂，真的是只能作诗，把这些用语言的力量，文字的形式触景生情。感觉还是很好的，这趟旅行只要是让我下车让我走路，我就觉得特别幸福。在车里面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啊，哎，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隔壁那大哥老挤我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这个旅行就结束了啊，太棒了，我想看到的景全都看到了，哇，看这边的树，啊，这边就是苍蝇太多了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大城市，每一次去旅游，包括小时候也都是去自然景观更多一些。真的特别喜欢，就是自己在很美的景色中间被包裹的感觉。刚刚我们一路沿海的公路就是大洋路，这个呢是大洋路的起点，说大洋路是被称作世界上最美的沿海公路，可是这一路都是盘山路，对于这个晕车的我来说，真的在车上每看一秒手机，对于我来说都是下了18层地狱一般折磨。但我小时候晕车就是我旅行的噩梦，哎，不过还好我眼前的风景
好美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好。我本来以为今天会是非常惬意轻松的一天，事实证明我的身体告诉我今天真是太累了，妆全花了，但还真的很美。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，真的一定要去一趟大洋路。